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那个谁嫉妒业绩第一来着？张叔叔啊，完成了150万，来你先选了。不选了，急出来了。嫉妒奖金多少啊？15万。翻倍。30。快出来！下来呀！我来！翻倍！没了，走。啊！我要不旁边这个黄色的。黄的。啥呀？哇！我的老板。看我的，来吧。啊。走。这也行，现在都那么厉害了。来，听你的吧，奖品。别笑了，这个吧，万一有奖品呢？赢了。Excellent。来不及，来了。身上最贵的东西，我给你翻10倍。哎，那就这台苹果14万了呗。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个？来，苹果15 Pro Max 推出来。谢谢老板，这么多给我一台吧。我不要。你们想要自己去抓角领了，抓角西服开车，除了不限量苹果15 Pro Max， 还有100台华为 Mate 60配套送，都全新赠品机。这游戏广告骗人的吧？我下了没看到那领手机啊，浪费时间。你是从我抓角链接下载注册吗？别的能不能领我不知道，我抓角活动绝对真实有效，看这么多人都领到了，待会儿还要帮厂商寄出去呢。你看下载了，根本没有看到领取界面啊，是不是傻呀？抓角游戏不能光下载不注册，不然厂商怎么给你寄手机？你实名认证一下试试。我看看，这回上线你就看到苹果15 Pro Max 了。我验证过真实性了，厂商还放了5000台 iPad Pro 在我抓角中专属福利，这批只有我这有，先到先得。哎，要便宜的啥的吗？不要，就认证我抓角下载注册，挂了机，苹果、华为包邮到家，大家放心去试试。好嘞，来下呀。来，小杯子。耶，这也行。这个吧。我要翻倍，五一假期带薪工资翻倍，加！哎，后面那个，刚来的你，跟哪来的？日照，日照，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那个日照，叫什么名？别着急，叫什么？叫什么名？叫贵贵啊，贵贵，丽丽，来丽吧。哦，着急了，迫不及待了已经。哎呀，一不反手。哟，蓝的，先蓝的，先黄的，教练蓝的，白的，谁？这个啊，别骗我啊！别骗你。你知道干啥吗？来了，大爷，使劲儿。一惊一乍，你瞅你，错怪你了。我在左下角领的Mate 60发货了，肯定不能让粉丝失望。只要刷到左下角链接，都可以点进去领。链接在，就有库存，大家快冲啊！轻松不错，哇，4:1，要这个，这个呀，这个好啊，什么？舒服的，泰国的，泰国，我给你查票，泰国包厢。哎，你这花多少钱吧？出趟门。出大门花我5-6万，我们找个人报啊！我都没去，我别人报，我不报，我不报。你这样，你把那个骑大象照片、视频发给他看看得了。骑上大象了，你怎么不叫了？大象，你辛苦了，大象，你辛苦了，你不叫了呢？不行，刚才害怕，现在不害怕。紧张的手都抓住了。
这个揍这个黄四，养一战机霸王龙归你。关键是你会开吗？把机打开，我十年老顽皮。加一。四选一，选这个。五一无人驾驶，阿尔法归我。油加满，油都给你加满。他不会